这干啥呀？ 大棚子不能只为乒乓球啊？ 没有。 快点儿，热的。 这个挺好看，挺好，是吧？买了。不买了。
买一个就行。我上次就买了三毛钱的芹菜，被人家称菜的还笑话。这买多了吃不了，笑话吃的。这种生菜就剩点了，啊，刚才就那两个了，烂的烂。那就别买。这里多少钱一斤啊？这，来，这俩壳了，那还再便宜。那就吃吧。不用了。买上呗。我说两个一个人来挑，可聊天就聊天了。随便买点够的就行了，不够再买。赶紧买完走了吗？买完没？你要啥呀？就这些了。快点！你差多少条啊？六条。你
你种啥菜菜？你买点毛豆玉米吧。不买了，这够多了。现吃现买。明天早上。放的都不好吃。毛豆玉米又不是当做饭。那也不能老吃。时候的味道。